你知道这面料多好吗？它是有一种那种有点很像那种莱卡，加一点点那种莱卡的面料在里面，所以你在穿的时候会有一点冰冰凉凉的。它的棉料很特别哦，它是高级棉哦，这种棉料是都不会变形的棉料，这种棉料我很喜欢。来，编号十八号哦，三个颜色，来这一件的打下来才540块，至少要包两色吧？对，很推白跟粉，推白色跟粉色，才540块。然后呢，来肩宽42，胸宽52，袖长20，袖宽20，衣长63，有弹性。XL也可以穿，然后XL可能就是胸尾这边就是合身，好不好？就是合身，看你可不可以接受。然后因为它是有弹性的，所以XL是可以穿的。然后你下半身就是搭牛仔裤，就很好看了，有没有很年轻？有没有？有，少年五回。真正少年五回，好不好？虽然我们年纪已经蛮大了，可是我跟你说，还是要有时候穿得像阿梅亚一样，好不好？给他找一天去的。阿梅亚都是穿这样。哎呦，我给他丢。阿梅每次穿什么白色衣服？哈哈哈哈哈。他找一天来啊？去对。去。真的吗？可是会不会我要先询问一下？我要先上网做一下功课。你要去上网怎么做功课、啊？没有，我要先做功课啊，看我适合哪一种啊。嘿，爱去当爱去迄间吧。是哈、哦。哦，爱去有医生评估吧，拢是。好好啊。医生会讲，哎呦，你这面才水着，你拍。靠腰。哪里水？好，喜欢的赶快哦，18粉加1，18白加1，18绿加1，一件只要540块。各位懂买懂家，这件粉色真的很好看。哎、欸，你要不要一起去、哦？很推，这件粉色很好看。嗯、很想去、哦。然后呢，不穿粉色的人，我觉得这个颜色白色也很美。白色，我跟你说，它是配粉红色的字，很可爱。宜君，你来了。有没有这个？我跟你说，它面料是不会变形的面料，是因为它是有加一点点那种莱卡的成分，所以你穿上去你会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这夏天超适合的。然后绿色、白色，然后粉色，编号18。然后呢，我就搭配那一件我们之前卖的很好，就是我们去韩国连线的那一件裤子，你就是直接可以这样子搭，搭牛仔宽裤也可以，搭合身的裤子也可以。都可以配，好不好？然后我现在是学阿梅亚把衣服扎进去，现在阿梅亚都是穿这样，这样脚看起来比较长。那如果你不习惯把衣服扎进去的人也没关系，你就拉出来，然后稍微这样子前面这样子扎一点点，然后后面的就让它这样子垂坠，有没有？就稍微有遮屁股，这样子也可以，好不好？这样子哦，三个颜色哦，你们自己加。这几件好给我爸洗的抠娘哎，真的很便宜耶、欸，超级无敌划算，好不好？那我拍照了，OK， 好。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我可以换哦。你们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我再换一个白色好了。好。哪一家的 ？Inside， 就是他们家裤子很厉害的那一家。嗯，这个厕所旁边这一家 ，Inside， 两个帅哥在卖的。对，他里面那个柜台帅哥超帅，很高哎、欸，超级高，很像那种韩星。嗯，对。然后外面有一个接待的那个就还好，里面站的那个比较漂亮啊，比较帅一点。嗯。Inside 这一间啊，我们很常卖他们家的裤子，然后他们家也是会有出衣服，然后我们就有进了几款。我跟你说，这种面料真的很好穿哦，相信我，就棉 T 呀，很适合夏天，然后它又不会变形，因为它的面料是那种莱卡的那种，有点很像莱卡的面料，然后比较扎实一点，不是那种整个很黑很薄的那种面料。这个是高级棉哦，这个在身上很舒服。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白色，然后是配粉红色的英文字，是不是很 cute？ 这种颜色真的很可爱，好不好？加起来，然后下面就是配一个直筒宽裤牛仔裤，就很笑脸了。好，我再拍一张。好。我靠，没黑眼圈多钱？哎呀，没黑眼圈很重、啊、好，我就看到我儿子、哦。因为我儿子黑眼圈也很重，因为过敏儿，过敏儿都会这样，过敏儿就是黑眼圈都会很重。白色会痛吗？我觉得不会，因为它这个它不是纯白，
它不是纯白，它是它是米白色，它是有点米白色，它不是纯白，而且啊，它的面料是有点扎实的那种面料，不是很厚哦，它也是薄款，这个不会透，真的不会透明，好不好？真的不会透明，你们就是这个颜色也可以考虑，然后粉色也可以考虑，那喜欢绿色的也是可以买，一件只要540块而已耶，超便宜。好，下一款。编号来到了19号，然后有三个颜色，编号19号有三个颜色，然后你看哦，它的版型哦，它是凉感的棉，它跟那种刚才像阿云那种棉啊，或是 Hako 的棉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有挺度一点的棉。然后呢，它是有做造型，你看它手袖下面这边有没有？还有车两个，应该它有车这种线有没有？有夹爪，伊这有算夹爪的迄种上衣，有型的哦。然后呢，后面它一样有做一条车线在后面，所以它感觉会比较立体一点点。它的布料真的很好哦，它的布料真的很好。然后呢，手袖这边是做这样。它其实是看不到里面的，你穿内搭，所以你只要穿一件就好了。然后它质感真的很好，它真的是有型的，编号19号。来，它的胸宽74，袖长20，袖宽23，衣长64，下摆50，有弹性，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 ，S 到 XL 都可以穿哦。然后呢，这件只要830呢，袖。这830，而且这种有型的衣服，我跟你说，有型的衣服都要1000多块。对啊，这一间。然后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真的卖得很便宜，真的很便宜，所以你们真的要懂卖懂价。夏天这种就穿得住，有没有？然后，它旁边都有做那种夹爪，两边都有，两侧都有，还有后面这样，它两侧都有，然后穿起来真的很凉。白色呢，这种的白是一点点透啦，一点点微透。这种的白有一点点的微透，可是我觉得你穿肤色的内衣就好了。然后有三个颜色，有，我身上这个是白，这个是绿色，然后这个是黑色，只要830块，830块哦。喜欢的话，你要直接帮我打19带颜色加一，有没有？19带颜色加一只要830元，真的超便宜的，真的要懂买懂价，好不好？这种衣服是有造型的，比较不会那么的休闲。因为之前可能有人反映说，啊，你们的衣服可能每一趟都好像都很休闲，可是像这种真的不会很休闲，它是有造型的上衣、罩衫之类的，有没有？会比较有型，然后侧面也很好看，然后可以穿到，我觉得可以穿二叉，因为它蛮宽的，它这里是有74公分，74公分，啊，只要830欸，啊，你们懂买懂家，啊，我先拍照哦。其实凉啊，超凉，好便宜，这个很适合我们台湾啊，好凉哦。来，还有我身上这一件，很像裙子，又很像裤子，它是裤子啊，宽裤。然后你看它旁边这边有做开叉，有没有？它旁边有做开叉，你看到吗？它两侧都有做开叉哦，所以真的超凉的，有没有？而且又很特别，因为很少宽裤会做这种材质，然后做这种旁边有做开叉，没有，这边没有做开叉，很凉，然后脚合起来就是很像穿裙子，我觉得好特别哦，这个穿起来真的很凉，而且那一天呢，啊，就是这件到，然后那个我们老板的妈妈她就有穿，哦，穿起来很好看哎，然后她是有做口袋的哦，然后它真的很凉，然后不会透明，它真的很凉。颜色呢，就有两个颜色，有黑跟咖，有黑跟咖，编号20号，编号20号，我这件是棉码的材质，只要1500块而已哦。然后它的腰围是33到65公分，臀围60，大腿43，小腿48，长度81，裤档38，可以穿到 XL， 因为它的腰的弹性真的很大，拿给你们。
穿去垦丁、台东，有没有很大？他的腰围真的很大，所以他是可以穿到2XL 的哦，好不好？因为他拉起来有到65，所以他是可以穿到2XL 的。想要穿这种宽裤，然后很凉的啊，旁边你看两边有做开叉，有没有看到？大小腿这边都有做开叉，真的很凉，真的很凉。看他的那个布料，真的非常的凉，而且他是棉码的材质。它是棉码的材质的，完全不会刺，非常的舒服，这是重点。然后只要1500块，真的很便宜啊！懂买懂家呢，懂啊好不好？要懂买懂家，因为这种真的很少。然后这种就是比较有造型的宽裤，真的很少。然后还有之前都是比较像衬衫棉料，然后这一次它就有出像这种棉码的材质，然后呢非常凉爽，旁边有做开叉哦。我那只要1500哦，喜欢的话帮我打20，带颜色加一啊，我先拍照哦。好的。好的。OK。就是被那个洗脑的，对呀、啊，被那个什么那个住在龟人的那位小姐，官庙啊、哦，官庙的那位小姐，我是被她洗脑有没有？爸爸龟官，有没有？哦，这多洗脑啊！深植你心，真的嘞，哇！爸爸龟官啦，啊，帮我分享一下啊，好不好？春兰呢？春兰，来再来小花家。小花家，小花家，来，这两个是什么鹦鹉吗？不是，猫头鹰。猫头鹰，因为鹦鹉，猫头鹰，你会喂鹦鹉哦？鹦鹉谁在上面啊？猫头鹰，猫头鹰呐、啊！我被攻猫头鹰还攻鹦鹉啊？鹦鹉，猫头鹰，我怎么讲鹦鹉？我也不知道。猫头鹰，猫头鹰，鸟刀鹰。我心里面是想的是猫头鹰，讲出来变成鹦鹉。来，猫头鹰的台语没有讲，鸟刀叫。不是啊，猫头鹰呢？对啊，猫头叫，暗公叫吧？啊，不是啊，暗公叫是另外一种。猫头鹰，猫头鹰的台语应该是猫头叫。不，伊是无台语的。无台语啊，猫头叫最歹听。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换。猫头鹰，猫的台语猫嘛？猫头，一个一个这样翻哦，这样对吗？对。来，这个颜色有白、杏、蓝。白杏蓝，白杏蓝，好像要叫一个人的名字。白杏蓝。对，然后它前面就是两只猫头鹰，一个大一个小，它的 baby 妈妈或爸爸，然后带它的 baby， 很可爱，这只很可爱。然后它的面料啊，就是薄棉哦，薄棉。然后它的下摆呢是做不收边，然后领口这也是做卷边，袖口也是哦，它的下摆都很可爱。后面呢是这样，有一个开叉，然后这里呢有一块这个。有缝一块类似布标的感觉，后面然后有一个小开叉，这件衣服很好穿，然后也很有型。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我现在穿的是蓝色，然后后面是这样有开叉，蜘蛛，你看，他现在爬过我的脸，我的脸，有感觉吗？有，痒痒的，对，有一点，所以我这样，我想要摸一下鼻子有没有？有点痒痒的，他现在爬过我的脸，啾啾。然后他的手袖啊是七分袖，然后是做这种宽袖，有没有宽袖？如果你今天想要遮手臂的人，就是要来加这一个。我跟你说，不要看他手袖这么长哦，这夏天是穿得住的，因为它是宽的，这个不会热，这是宽的，面料是宽的，然后薄的，薄款，然后三个颜色都很好看，杏色、白色，然后蓝色。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
来，编号21号，打折下来才860块。我跟你说，小花家不可能有这种价钱，860哦，肩宽57，胸宽60，袖长28，袖宽25，衣长59，可以穿到 XL， 绝对没有问题，可以穿到 XL 哈。我现在穿的是蓝色，蓝色，我现在示范的就是蓝色，哪色哎？对，蓝色，面料很好，面料很好，小花家真的是有它独特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其实你都不用看标，你就知道，哎，这件来就是小花家的，嗯，哎，有没有很好看？很好看。那我先拍蓝色，我等一下画白色。白色，白色也很清爽，不知道选什么颜色，就是买白色就对了。对啊，白色最好搭。嗯，白色是最好搭。然后夏天呢，随便搭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了。然后下面啊，下面的裤子任何颜色都可以配白色。如果你有选色障碍的，你就第一个颜色就是买白色，这样懂吗？啊，口袋够深的就包色。包？对，口袋够深的就包色。很好看，很好穿，面料很就是薄款，然后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挺度，因为它面料真的很好，面料真的很好，小花家的哦。然后前面的图案也很可爱，就是大小只的猫头鹰。然后这里啊还有一个英文 J 的图案，请做勾注意。然后后面就这样开叉，就是它前面后面其实都是有设计感的，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上衣，好不好？那你手袖啊，如果夏天的话，你还是不想要穿那么长，你就把它折起来，这样也可以，折起来就变短袖，折起来就变短袖了，要折不折都可以。好嘞，好，我来拍照。我今天煞未去看看我的这呢。嘿，啊，我物件嘞？我可能下骹，等下我等下就去了，你看。你看，那我先拍白色。好，我的耳环终于来了。等到天荒地老，望穿秋水。好，望穿秋水。我等一下让你看我跟阿宇买的银饰。来，再来是裤子，一样是小花家的裤子。然后我跟你说，它这裤子很薄，它有点很像那种棉麻裤。很像那种棉麻裤，穿起来有点像棉麻裤，可是不会刺，它穿起来很挺，它的版型是挺的，是挺的，不是软的那一种棉麻，它是挺的棉麻，挺布的棉麻。然后它的特色呢，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特色，口袋呢就是有这种手工缝线，手工缝线的口袋很可爱，后面呢有一个单边口袋，有没有单边的口袋？那我现在穿的是黑色，黑色呢就是侧线就是白色的。黑色侧线就是白色，然后穿起来呀、啊，大概是九分的那一种，有点宽裤。这个也好漂亮。九分的有点那种很像宽裤的感觉，这件超好看，然后穿起来很瘦，穿起来很瘦。来，这个编号是几号？打开自我带一下。好，22吗？22，编号22。喜欢的，我跟你说，22这一件裤子一定也要买。这个就是小腾腾的，刚到货的。然后刚好就是跟他们家这个猫头鹰一起搭，可以这样子搭成一套，这样子很好看。有没有穿出去？人家说哇，你给那些书是韩货，对不对？韩国哎，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是韩货。来，编号22，来这件裤子打折下来是1420，腰围呢是32到50，臀53，大腿33，小腿28，裤长88，嗯，可爱，裤长88，你保你的腰围在这里。52，可以穿到大 L， 可以穿到大 L，
然后因为它的面料是没有弹性的，我们就建议穿到大 L。然后它的面料是那种棉麻，挺棉麻的面料，完全不会刺，真的很舒服，穿起来很舒服。然后白色呢，你上衣所有颜色都可以搭，有没有漂亮？是阿允的啊，我再看看，对，好好看哦。欸、你们都，哦，你们都没有买，我们都自己买。对，我们都自己买啊。还有这个，这个也是阿允的，可要不要一起戴？我买好多戒指，我神经病吗？哎、欸，你不要这样讲，我买很多耳环、欸。我神经病嘛，然后我还要买这个，就是好像我到底有几只手？然后还有这个，这也是星星，我怎么都买星星啊？因为现在都很、这个，现在都看到星星、蝴蝶结、爱心，就会想要买。啊、你看这好适合你哦，你戴那个星星，又戴这个耳环、啊。可是我没耳洞。对，很可爱耶。够追，这个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截图啊，我们可以帮你们订、啊。可以截图，可以帮你们订。然后你看我这个耳环。啊，如果有耳洞吗？如果有耳洞的话，你看这个星星有没有大？我、哦、好喜欢那种很大，就是很大的那种耳环，很大的耳环，就是很大，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一种，嗯、就一眼就 看到你的耳環。还有这个，就是今年很流行这种。阿允的手，你看戒指是一个星星，五芒星，五芒，对，五芒啊，然后五芒，然后你看我这个也是五芒，你看我这也是五芒哎、欸，然后这个。这个也五芒哎、欸，对啊，有没有都是五芒哎、欸？这个，这跟这个就有点很像哈。对啊，五芒星。然后你看，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哦，这也是哪个？哎、欸，这个掉了就惨了，啊、好细哦。你看，这个也是，这是五芒星呢。有耳洞的人呐、啊，有耳洞的人就可以来看这个，然后没有耳洞的人就跟我一样戴戒指，啊、或者是其实那个耳环不建议去改夹的，那个不好改，嗯、你们就是。就是戴戒指就好，要不然就戴项链啊，或者是手环这样子，对不对？很可爱，很可爱。全部都是身上都是银饰，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我被银饰真的吸引到嘞、欸。我们这次会去卖内裤，旁边就是这一家。对啊，我们再去找找看。对啊。好了，阿五裤子有没有人喜欢？小花家的衣服你们都不喜欢哦？小花家的衣服都好好看嘞、欸嗯，都很好看嘞、欸，而且穿起来其实很舒服，很挺嘞、欸，好吗？有谁在线上啊？你们大家都好安静哦。对，为什么？嗯，可以跟我们校友互动吗？可爱，真的很可爱。这个猫头鹰一对一对猫头鹰真的这样子勾嘴、嗯。好了，那我先拍上。我看你白色有拍的吗？等、嗯、我一下。没有，你慢慢来。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用上去。好，我到处给他胖油啊。胖油，我再把它吸呗。勾嘴，只要是勾嘴哈，可爱。哎、欸，你们对银饰都没有兴趣哦？可能大家想说要工作，可能戴戒指不方便。不方便，会不会？干嘛？不。其实它这个都可以调，有没有？它这个结都可以调，所以你想要戴哪一只都可以。你想要戴哪一只都可以，就是可能小拇指会松一点。小拇指比较有肉的话也可以，这个小小的你就把它戴出来，小拇指也可以。会帮我戴吗？我最不会戴这个了、欸。这怎么那么难打开呀、啊？叫妹妹帮你，因为我指甲很长。这好难打开呀、啊！很难打开哈、哦。哎、欸，这个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有喜欢的话可以截图哦，可以截图，我可以帮你订，可以帮你们订，很便宜哦，这个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其实戴这种。像这种银饰不要买太贵，因为很容易不见，所以不要买太贵。像有时候在擦护手霜，我就把它拔起来，然后就不见了。它是粘在一起吧？很可爱哈，感觉真的啊啊，用力转。它是焊在一起的吧？啊，对，焊在一起。焊在一起？对啊，它转不动了。转不动了，奇怪，这是瑕疵品吗？可能吧。这款不是。还是它本来不是打不能打开 啊？要怎么戴上去啊？这个是不是你直接动？对啊。啊？这我耳朵没有那么大呢。因为你看我这个也是，它后面是用转的啦、啊。我这个就用转下来的。它完全转不动。哎、欸，这边有瑕疵吗？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动，用手悠悠的。我觉得耳环好麻烦哦、喔。
我没有耳洞啊，我以前的耳环我都是用改那个夹式的，可是我跟你说假的呢，夹到最后都会不见，你回到家，嗯，我的耳环不见了，都会这样，索性我就不用了。好了，那我先拍照。你们有想要看什么颜色都可以点菜哦，好不好？然后呢，这个颜色啊，你们要打白色，可是呢，其实它是算有点米白色，浅杏色，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就很适合夏天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上衣所有任何颜色都可以搭，其实黑色跟白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基本色，然后也是他们家很常会出的颜色。然后其实我就建议你们就是跟着上衣一起这样子搭成一套，你回去就不用再另外找衣服搭了，好不好？因为同味道的衣服啊，就同味道裤子，你们就这样搭一套，这样子很好看。后面还开叉，这样好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个颜色啊，你上衣可以配蓝色啊、黑色啊都可以，咖啡色也可以搭。好，那你先帮我拍。打不开也奇怪的。可以啊，按着这个夹子。我的二二嘞。离家出走，会吗？我的二二啊。对啊。OK。泡面是不是哦？过来啊！对，哦、好，哎、欸，再来好，喝啊喝。吃泡面就是这样，就是台湾的泡面啊，真的很明显。台湾的泡面啊，真的吃了你会觉得就是胃会有点那种胀气，可是韩国的泡面真的不会，为什么？为什么啊？奇怪，那泡面的面制作方法不一样吗？可以吗？可是台湾的泡面说真的也很好吃，来一客啊，对不对？超好吃。可是吃完就会觉得胃好像有点胀气，对不对？啊，可是韩国的不会哦，真的很神奇，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胃是会这样，吃台湾的胃就会怪怪的，然后吃韩国的泡面就不会。两位先生，嗯，喷笑哎、欸，好，换你。这几样想要吃呢？真的哦，你去，我帮你。你去，我帮你转看看。啊，转到手包。没，那个好养生哦，那什么面包啊？超大一颗，超大一颗哎、欸，那是要吃一整天哎、欸，来，编号来到了，23，编号来到23号哦，23，然后是这家星星他们家的，三个颜色有白色。然后这是绿色，然后这是黄色，它总共有三个颜色。然后用那个，我知道要用什么。佩奇吗？对，阿弟叠卡。对，等一下。然后你看哦，它的白色是不太会透明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夏天白色真的很多，所以就是很建议你们可以去买那种像那种有罩杯的那种背心，然后就买肤色的就好了，就穿一件就可以了。我跟你讲，这件棉T真的你们要买。我觉得它穿起来有没有呢？它前面的英文字母是那种，仿旧的，然后它的型我觉得做得很好看，我喜欢那种简单的英文 T。然后颜色呢，我是觉得白色，你们第一个白色一定要买，第二个你们可以买，我觉得黄跟绿也都还不错。好了，你看，哎、欸，真的、哦，因为我们手不够力啊。哦。然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第一个要买白色，然后呢，看你们这个喜欢什么颜色，我觉得，我觉得黄色也好看。然后尺寸都是可以差。滚！我这转一波转啊，准备我自己给你们闹掉，我自己一个赞。这个自己给自己赞，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赞。然后这件是
编号23，编号23号，最后吗？这一件只要480元，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只带一个啊，哦，对啊。这件只要480元，真的很好看，然后又有型，然后我很喜欢，就是素素的，然后它前面是那种印刷的英文字母，仿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 logo OK， 就是不可爱，然后我觉得很年轻，很有，就是很有味道啦，好不好？只要480，然后肩宽53，胸宽59，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然后袖长23，袖宽24。衣长67，下摆56，它是有弹性哦，颜色有绿、白、黄，只要480元，只要480元，真的要懂买懂加。秀个吧，这样子深深棉 T 我请假。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有想要看什么颜色的吗？谢谢怡静，谢谢怡真。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可以穿给你们看？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棉 T 啊，夏天你们真的都买起来，因为真的。我觉得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它穿起来很有型，然后下半身就是搭牛仔裤就好了，下半身你就配牛仔裤就好了。现在的牛仔裤真的也都好薄，好好穿哦，好喜欢哦，就是很像老爷裤的版型，然后这样子搭配起来 ，good， very good， 480加起来好吗？那我先拍照哦，哈，啊，有想要看什么颜色都可以讲啊。来 inside 的裤子就是这一家的厕所旁边那一家的，我跟你们讲，这一件牛仔裤你们真的要加，因为它真的很软，然后很好穿，很舒服，然后呢穿起来又显瘦，这个就是重点，你们重点就是要听显瘦，是不是？嗯。然后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就很薄，我觉得它的布料真的就是布料就是它又挺，然后重点是它又薄，然后穿起来真的很舒服。台南的，看一下，台南的，看这条裤。你们就是如果不想要穿合身的，这样比较喜欢穿像老爷裤版，有没有可以来选这一组？因为我觉得它穿起来很显瘦。然后呢，你看哦，它这件裤子的特色在它前面这里，有这两抓，有看到吗？前面这里有做两条，可是它只做到一半哦，它下半。下面大腿这边没有，它就顺下去，它只有这里有做能抓，所以它穿起来就会比较挺，比较立体，哦，比较立体。编号是24号，990。我跟你们说，一定要买两色，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深蓝跟水蓝你们都值得买，深蓝跟水蓝你们都可以值得买。它的腰围呢是34到50，我量一下。50哦，那就是建议穿到 L 号就好了，建议穿到 L 号就好了。然后夏天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它是水蓝，然后我身上穿的是那种深蓝色，可是它的颜色啊，就是深蓝，它是有洗过的那一种牛仔，它是有水洗过的那一种牛仔布料，颜色很好看，我觉得两色都好看哎。然后你看它车线是车这种黄色的。穿水蓝好，我等一下穿哦。你看它颜色有没有车线啊？它是。咖啡色就是或是黄色，黄色吧，好，哦，它的线是黄色，然后呢，深蓝色也是那种黄色的线，白金超好看，990哎，加起来，那我先拍深蓝，我等一下穿水蓝。
我会想草莓，草莓啊。水蓝，我觉得水蓝也很好看，两色真的都好看，两色真的都很好看。像这种裤子，你们真的要懂买懂家，因为它，算好穿。然后呢，它牛仔布有一点点挺度，就是不会这样子很软，很软的牛仔裤穿起来有点怪，就是没有很挺的感觉。我觉得你们要买就要买这种，它真的很好穿，很适合夏天穿哦，好不好？很适合夏天。真的不愿意。KY， 赶快哦！这件真的很值得加，而且这件是编号24号，然后呢可以穿到 L 号，只要990。喜欢的话要帮我打24水蓝加24深蓝加，只要990呢，买不到这个价钱，因为他们家 Insider 的裤子啊，正常都是1280，正常都是1280。它的板子真的很好看，你就配一件棉 T 这样穿，真的很休闲。然后我觉得它颜色真的搭配的很好看。990加起来，拜托加起来，好想买哦！买，一穿上去，我跟你说，韩国的裤子跟衣服就是有这种魔力，掉在那边你会觉得，就觉得很收手，就是觉得就一件正常牛仔裤嘛。可是你穿上去，你会觉得哦，好想买哦，怎么会这样啊？怎么这样？好好看哦！快点990而已哦，990元，很久，好不好？让你穿很久，然后它后面。后面有一个口袋，一个大口袋 ，inside 的，他们家也是跟那个 radio 一样，都会做一个大口袋在后面，真的很好看，而且好舒服，很舒服。你想要防晒防蚊的，就是要像这种裤子。不习惯穿合身的，你们可以来看老爷裤。这要够恐怖。腰围多少呢？腰围我看一下，等我。腰围好像在怎么到50？34到50公分，它的腰围是34到50，然后臀围53，大腿31，小腿21，长度90，裤档35哦，然后建议穿到 L 号 ，S M L 都可以穿 ，S M L 都可以穿，好不好 ？S M L 赶快加990，然后穿到 L 号哦，穿到 L 号真的很划算。Inside 他们家的裤子。你看啊，之前我们卖都是正常，都是1280、1250，最便宜可能到1180左右，没有在990的，没有在低于1000块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冲量，所以你们就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快加，因为真的这种价钱就是冲量的价钱。如果下次啊量冲不上来，我们就回复我们之前在卖的价钱了，因为真的没合，真的没合，所以你们就是要有量给我们。我们才能把价钱压得更低给你们，这样了解我们的意思吗？好吧，赶快加。哎，啊，我拍照还没。好 ，OK。1, 2, 3, go。所以你是安尼甲转落来。对啊。这样有硬的吼，啊我可能甲你转的。我头转到手骨，我到手骨隐隐作痛哎。有一个烙印的对。嘿，对，你用爱火了烧，然后甲你，唔免去纹身啊，你用火然后甲你安尼涂吧，哦。我觉得就是隐隐作痛这两支，一开始就起转得好啊，你牙个。真的。来，再来是我的赏衣。赏衣啊！哎呦，哎呦，飞起啊，飞起！来，颜色有什么色？白、黑、绿吗？白、黑、绿。白、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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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绿桃。我在。灰。再灰哦。灰。啊，可以执行绿哈、哦。因为你配绿色的款，这是用绿吼。而且我配灰色也变灰吗？可能会哦。Okay. 因为叠看款好像灰哦。因为早对，也是灰，也是看起来是灰。啊，有浅灰。有啊。浅的啊。你问没？啊，你看刚刚这是用灰的，浅灰。是灰还是绿啊？
就灰绿灰绿。灰绿灰绿。来，颜色有这个要打灰色，灰色，然后黑色，白色，它的白是米白色，米白色，三个颜色，它面料很薄哦，超级薄，然后是衬衫棉布料，衬衫棉布料，好看。然后它的领口啊很特别，它是做这种宽版的，有没有？它这里啊是还有再加一层，然后这里呢它的车线是这样子，宽版的车线，是宽版的车线。然后它的下摆啊是做这种圆弧形的下摆，然后侧面是这样，然后后面是这样，是有遮屁股的，然后三个颜色。然后这一件呢，它就是属于一件素素的上衣，素素的上衣。来，这一件的面料是衬衫棉布料，对。来，这件打折下来是840元，肩宽62，胸宽65，袖长20，袖宽23，衣长68，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 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那你就是像这种衣服，你就直接给它放下来就很好看了，因为它下摆是做圆弧形的，它会有一个线条自己会出来，它会有一个线条自己会出来，然后下后面也是做圆弧形的，然后我下面有没有这个灰色？它有点灰绿灰绿的颜色。然后我下面给它搭一个绿色，就感觉很像是同色系的，有没有？就是很像一套，然后同色系的感觉，可以穿到 XL， 这种面料是很舒服的哦。这个就是夏天的面料，这种面料呢是完全不会粘身体，完全不会粘在你的身体，然后很薄很轻，然后我觉得不会透明，因为它不会合身，它不合身，所以它不会透明，它真的很薄，可是不会透明，好不好？所以你单穿一件就好了，单穿一件就好了。来哦，我身上这件编号25号，喜欢的赶快25灰加一，25黑加一，然后25白加一。哎，这咱大银刀的呢？哎呦，真的哦！这咱大银刀的呢，看不出来呢。我今晚看到咱大。哎呦，哎呦，他们家不窄不不只是 不只是棉 T 而已哦，他们现在也会出这个哦。兰达家的，难怪哦，价钱那么甜。要不然像这个，如果门市的话，其实都要卖1000多块，好不好？然后这种面料很轻、很薄、很舒服，这个是凉的。夏天呢，洗来洗去就面料。我感觉台湾真的越来越热了，好不好？面料就是要找这种很舒服的。然后这个是白，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我等一下再换这个颜色。好 ，OK， 那我先拍，哎。好。今天大家好保守哦，对啊，钱包都没有打开哎。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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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讲话无？你们今天钱包都没有给我打开？啊？太多心了，有一点。太多了啦，太多，你就一个圆的，然后一个心这样。哎呀，哎，这个颜色好看哎，这颜色穿起来皮肤好白哦。它是有点米白色，米白色，啊嘞，它是米白色，这个面料真的很棒哎。Hello， 你们在听我讲话吗 ？Hello， 哟 ，Hello。Hello， 来玩小游戏。终极密码，来1到192开始送咖啡。昨天荷包有开，好，谢谢你。今天可以继续打开吗？谢谢你们，快点1到192，开始猜，送咖啡，一次5条，一次5条给你，哇，大方哦，小姐，肯定当哎，一次5条哎，肯定当哎，嘿，我说大方哎，一次5条哎，一次5条，你也太多了吧，哇，超好，5盒，一次5盒送你，1到192。阿云大开杀戒啊！拢在困，大家拢在困着啦。哎、欸，阿丽对啊。我想你过
想问你找一堆。你看这个无鼻的、无嘴的，我画足久的。有没有人猜中？谁？那个开枪。啊嘞。啊，有那个。谁呢？这个是谁？哇，这么厉害！对，很厉害。太强了吧！一八八你也猜得到。一八八你猜得到？一八八，好强哦！谁啊？乌蜂蜜。乌蜂蜜。乌蜂蜜啊！哦，乌蜂蜜，乌蜂蜜啊！乌蜂蜜吗？恭喜你啊！恭喜你得到我们的咖啡。再猜一个。对嘛，你们都有在线上啊。来，换你出。对啊，你们都有在线上啊。我看看，一堆人都在。有几个人啊？很多人啊，很多人啊，很多人。那所以你们今天衣服觉得还好吗？来，再一次。好嘞。来，开始，一到几号？一到一八五，一到一八五，再送五条，再送五条给你们。咖啡超好喝哎、欸！我一天哦、喔、都两条，我一天都两条哎！我喝那么多咖啡会不会死掉？不会啊，骨质疏松而已。我会走路走路骨折，喝太多咖啡，我一天都喝两条哎。可是我是喝无糖的，都没有人猜中哦！加油加油加油！缩短范围，两个字而已。三个字没有，没有到百位数，两个字而已，两个字，很好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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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而已。哎，这个颜色好看哎，很素。刚才我第一眼是觉得那个灰色好看，可是穿的这个颜色觉得，哎，这个颜色很亮，它皮肤有提亮的感觉，皮肤有提亮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衣服真的要穿。有时候你看到那个颜色是很好看的，可是干嘛？可有时候你看到那个颜色第一眼是好看，可是不见得穿起来会很衬肤色。所以我觉得衣服呢，我跟你们说，我们就是直播，然后穿给你们看，看我们穿就知道。有没有人猜中？不好摇啊、哦！我阿玲出这不好摇啊、哦！来，再提示，尾数有一个字跟我刚刚一样。哎，很明显哦，尾数有一个字跟我刚刚一样，很好猜了哦，很好猜了哦，有没有很好猜？哎有，谁？我依顺序的、哦。好，依顺序，对，你要用电脑，以你电脑抓为主哦。好，这边顺序最快回到的是嘉顺。嘉顺，哇，嘉顺，嘉顺。恭喜你得到咖啡，咖啡，好好玩哦！请喝胜。哎，没有卖衣服啊，然后来跟你们聊天，然后玩小游戏，我也觉得很好玩哎、欸。以后我们就不要卖衣服了，然后就是，然后就开直播，我们就聊天，然后看你们想有想要聊什么都可以，或者是聊你们的想要聊的问题，然后跟我们聊也可以。对、啊、然后我们就边聊边玩小游戏。啊，我打电话没啥嘛，就没聊、欸，对不对？你们也买到很疲乏了，对不对？好，不要猜了，恭喜嘉穗，恭喜嘉穗，嘉穗最近出文哦，嘉穗，
最近出门啊，就是，没办哦。好啦，我的上衣真的很好穿，超好穿，可以穿到 XL。这种面料真的很薄，很舒服哎、欸，薄款真的很舒服，超好穿，真的。我跟你们说，我们帮你们穿就知道，这种面料真的都我们帮你们把关过了，完全没有问题。然后穿起来是舒服，是凉的，好不好？穿起来舒服是凉的。然后就算你下面没有配休闲裤，配合身的牛仔裤也是可以的，因为啊，它这里是稍微有遮到屁股。是有遮到屁股的，所以你在穿的时候会很显瘦，好不好？你的屁股都不会被人家看到，多啊，多有安全感。好，那我先拍照喽。OK。好，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然后裤子一样是 Inside 他们家的，三个颜色，这件裤子啊很好穿。然后面料是衬衫棉布料，很薄，薄款，夏天的裤子，就是夏天的裤子。然后呢，颜色有，这个是要打白色，然后其实它是有点浅杏色，很浅的浅杏色。然后呢，这个是要打灰色，墨色，就是深灰。然后我身上穿的就是绿色，三个颜色，总共三个颜色。然后后面呢，有两个口袋。前面呢比较特别一点，它的前面的口袋呢，这里呢有压线，有看到吗？这里有压线，它这里有做一个小造型，然后口袋是从这样子下去的，这里有做一个小造型，很好看。然后材质是衬衫棉布料哦，穿起来超级舒服的，完全不会贴你的肉肉，然后穿起来又会挺，很显瘦。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绿色，编号是26号。编号是26号，来打折下来才930，太夸张。这跟你说，这原本都是要1000多块的裤子，今天不用，只要930块，腰围呢是34到50，臀53，大腿30，小腿21，裤长86，有弹性。可是我们建议就穿到大 L， 好不好？建议穿到大 L。我现在穿的是绿色。这个绿很可爱哦，这个绿是有点很像苹果绿，然后刚刚的那个白色跟墨色就比较常看到，然后这个颜色我是觉得它新年春夏的颜色，这个颜色做得很好看，你上衣只要是搭这种米白色或者是白色就好看了，就很好看，然后整个穿起来就很清爽，有没有？整个穿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很凉、很舒服、很清爽，可以夏天呢把颜色，把所有的裤子还有上衣的颜色可以挑亮色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热，有没有？看起来就觉得有凉的3度吧？有，真的，我觉得衣服的颜色也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全身都穿得黑妈妈，你就觉得真的很热，其实不会热，可是看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很热， 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哦，这种清爽的颜色，然后配清爽的裤子的颜色，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就很凉爽，对不对？然后拍照起来也很好看。小花家 ，no， 这个是 inside 家，裤子是 inside， 我在用牌子。inside， yes， 我的发音是没有很标准啊。这个牌子，这样子，这个牌子，他们家裤子都很厉害，然后跟我刚刚的第一款，还有阿玲穿的那一件深蓝水蓝的那一件，都是他们家的裤子，都是他们家的。对，就帮引导出口啊。OK 啊、哦，然后我穿起来大概是9分，好看，这个颜色很可爱，苹果绿，糖果色，哎，很像苹果绿的颜色。然后你上衣配这种颜色真的很搭哎。然后如果你配白色的话，也很好看，好不好？不客气哦，很清爽。那我要拍照喽，多少穿到你嘞？穿到，对啊，衣服啊。你们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还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吗？
是你们去韩国有一件牛仔裤啊，你穿的时候很舒服，那件还有吗？很舒服。喇叭裤一件吗？秀玲，不秀文。喇叭裤就我第一件穿的那一件嘛。很舒服那一件。对啊，就那件。对，我们家裤子每一件都很舒服哎、欸。秀文那个可以订啊。就是这一件啊。你可以截图哦。对，我刚才开播第一件棉 T， 我就是搭这一件，这个还可以订，这超舒服的，这个穿起来真的很像不像牛仔裤，它穿起来很像棉裤。对啊，因为它是软的牛仔，有没有？它是软的牛仔，超好穿。去年的还是前年我也有买一件，这个也是很软，跟那布料都是一样的，超舒服的，你夏天穿得住它。然后看起来像牛仔，看起来像牛仔，可是其实它是很像棉裤，它真的很软。牛仔裤我们在一件薄，它也叫老很舒服，就老紧。他家的这种牛仔啊，我觉得比录音带两间来比呢，我觉得他 AD 他们家的布料再更软一点。AD 对 AD 家，可以再请您穿一次吗？可以啊，没问题，请您。秀文，你好有礼貌，请您再穿一次。然后就是，可是我是觉得 AD 他们家像这种裤子会越穿越松一点，因为它的面料真的很很绵，很绵、啊。秀文，你穿什么 size 哎、欸？秀文，你干嘛是穿 S 和 M 的中间哦？可是你还是正常拿、嗯，正常拿。你穿什么尺寸就拿什么尺寸，对。穿什么尺寸就拿什么尺寸，因为你看哦，我现在穿 M 号就刚好，我刚才想说套 S 看看腰束。不行 M 啊，要请 M， 我要 M 号，因为 M 号有一点点松，可是我觉得这个松是舒服的松，不是会让你掉裤子的那一种松。然后 S 也可以穿，可是我就不喜欢那种整个把你的肉就勒出来。安尼我刚刚不没介样呢。然后这是 M 号，对，那你也是 M 号，那你就拿 M 号就好了。然后穿的时候还会再松一点。对啊，很。然后其实如果你穿的再松一点的话，你旁边就是把它。缝个两针就好了，要不然就细皮带。站后面一点要看选手、哦还是要站上去。这样嘞？对啊。太远了吧？它很舒服啊，我觉得它这穿起来真的很舒服，很好看。我喜欢它的颜色。真的，我跟你说，真的穿了又很想买耶，我明明就有浅色牛仔裤了，又很想买。真的有病。而且我有买。对啊，真的有病。这样子全场这样，它就是一个落地。落地，我比较落地啊，因为我 好像我有折一折。对对对，阿玲要折，对啊，啊我是刚好。几号？这个要截图哎、欸，这要截图截图，就截图又误掉了。好，那有吗？秀文，你要截图哦，你要截图私讯小帮手。嗯，这样子你截图来，一、二、三，咔嚓，有吗？有截图了吗？最近卖爆单嘞、欸，对啊，最近卖超好。楼下都是这件牛仔裤，真的很好穿啊！你买了还会一直穿它，真的会一直穿它。啊、洗完了还会再拿出来穿，洗完再拿出来穿就是它了，因为很像棉的，不像牛仔，要像棉裤。好了，谢谢秀文。Okay, 好，谢谢秀文，客气啊。编号27，来编号27号。这件有没有很有型、啊？你有看到吗？它的型在哪里？在它的领口这边有没有？它有做花边，到后面它都有做花边。然后呢，你看它前短后长，超有型。你有看到吗？前短然后后长。重点是你看哦，它这边又有车，一个有个掐一半有没有，感觉会比较挺一点点。它的棉质非常的好哦，里面是这种像纱布，没有很像纱布的那种布料。然后它是挺的，然后你看它手袖这边，它是有做包边哦，我一这包边，然后呢，重点它这边有车皱褶，车小小的，所以它穿起来会有这种弧度，因为它穿起来会有这种弧度，来，一穿起来有这弧度，会蓬蓬的，我觉得很好看，会比较有型，就是没有那么的休闲啊，它没有那么的休闲，有没有？它没有那么的休闲，然后一样你们就是配宽裤。配宽裤或是合身的牛仔裤就好了，或是像西装裤，如果像有在那种上班族啊，你们就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然后配西装裤、皱褶裤那种都可以，有没有？它穿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休闲感，
然后就是会比较有质感一点点。重点是它很便宜哦，它只要1100耶。然后它的肩宽46，胸宽55，袖长30，袖宽23，衣长前面55，后面63，下摆57，没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有两个颜色，有粉跟白，有粉色跟白色，它的白是不会透明的，它的白色是不会透明的，哦，也白色是白长庚诶，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买哦，放心的买，它质感真的很好，这样子有没有？超有型欸，那个弧度侧面 good, 非常好看、啊、只要1100啊，你们喜欢的话赶快加哦齁，喜欢的赶快加，那我先拍照咯，半点心非常的凉爽，一样是宽裤，然后它就是比较软一点点的牛仔布料，看得出来吧，跟刚才我穿的那种布料不太一样，它就是偏软一点点的牛仔，可是它一定会比较挺，因为它是宽的，它不会贴在你的屁股上面，有没有？它整个是不会贴在你的屁股上面的哦。最后一个颜色，然后编号是28号，850元，可以穿到 L 号，可以穿到 L 号的尺寸哦，腰围33到52公分，臀围65，大腿37，小腿33，长度96公分，臀那个裤档35，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L 或是大 L 都可以穿，只要850元，编号28哦，编号28，喜欢的帮我打28蓝加一，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 左右，好不好？然后前面有做两个长方形的口袋，前面有做两个长方形的口袋。所以它是很好装东西的，然后它的布料真的很凉很舒服，你们喜欢这种宽裤的赶快加，只要850欸。你们今天怎么了怎么了？起床。对啊，这种裤子你们真的要买要快耶，因为像这种它比较属于比较薄一点，而且它长度够长，因为它越来越热，他们韩国会越做像7分8分裤这样，长裤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哦，所以要懂买懂家，这种蚊子跑不进去。而且我觉得这种颜色啊，又是很显瘦的颜色，深蓝。啊，可不可以扫心啊？奇怪啊！奇怪。哦，真的很好看欸，它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好好穿哦，就是穿起来态度真的很好。啊，你们喜欢的话赶快加，850元而已哦。那我先拍照喽。红吗？这个是广东话吗？红吗？红吗？红吗？你好不好啊？只要你吗？你现在好不好啊？哎、欸，香港有没有推荐的景点？快点！我6月份要去香港，我去当港仔，香港仔，要去吃包饭，要回我先生的故乡。他说他上辈子，他自己讲他上辈子应该是香港人，对，他超喜欢香港，约他去日本没感觉，约他去香港马上说好，卡嘞，你该香港啊，他真的很喜欢香港哎、欸，超喜欢香港的啦，他所有的港片哦、喔，港片真的都被他看光光，他看到都没剧可以追，好喜欢看港片，港剧，港剧啊，对港剧，有没有推荐的？水，你兄弟来呀，兄弟！哦，你刚穿的书还是水吧？你到底书买多少？你书一衫去到买呀？你看唔够报一个嘞？你书衫，哇，红记记，你到底去到买？你今天全场的焦点嘞、欸，全场焦点，焦点啊、欸！全场的焦点就是你。好啦，都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对啊，聊到那种扫兴啊，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哎、欸。我已经把我全家的事都讲完了。真的全家的事都讲完了。真的全家的事都讲完了哎、欸。到底你们还想听什么？
我真的没隐私了，有没有？全家的事都讲光光，笑死我！那个玉芳啊。那他做的很像是请色病的刚刚好、哦、很像那种口那个什么请色病口袋反车，对，好趴哦，哇、欸、很趴耶、欸、哇塞很特别、欸、嗯，这件裙子可以穿到四叉哦，他的 Q 短真的有够弹耶，裙子这是什么绿啊，亮绿、亮绿色、亮绿色、油菜绿，好对哦，油菜绿。嗯，好，接下来是我的上衣。啊，这是有要穿还是放落去？你先看麦，你会动啊？你要闪着。你穿上去我看看。哦。啊，你我想说外面就给他搭那件外套。搭这件。对对对对对。这是等下可以吗？对对对对。来，再来是我的棉 T， V 领的棉 T， V 领， V 领的棉 T， 今天棉 T 很薄，然后穿的时候我都习惯稍微折一下袖子，这样子你就那个手袖啊才不会 Heel Heel， Heel Heel 你们听得懂吗？ Heel Heel， 然后这件棉 T 啊有三个颜色，有白、黄、黑，白、黄、黑三个颜色。然后这件棉 T 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领口是 V 领的，然后是 Radio 加，然后它的下摆这里呀、啊、有绣英文字，整个是绣在布料上面的，质感真的超级好。然后这个是黑色，黑色，黑色是白色的英文字，然后白色呢就是黑色的英文字，白色就是黑色的英文字，黑色的英文字，这里整个刺绣，整个刺绣的哦，刺绣的面料超级好哦。它面料真的很好，然后拉出来的长度大概是这样。那因为我现在下面是配宽裙，所以呢，就是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把它往内扎。那自己如果是搭牛仔裤的话，就是可以把它放下来，放出来。然后搭棉裙呢，搭裙子，裙子的话，你就是把它扎进去，扎进去这样子穿。然后它这件裙子好可爱哦，这件裙子超可爱，等一下可以跟你们介绍。有没有？这样子看起来脚比较长，这样看起来脚比较长。然后现在穿的是白色，然后有黄、黑、白、黄、黑、白、黄、黑。好，来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590，肩宽40，胸宽50，袖长20，袖宽23，衣长63，可以穿到。我看一下，我拉一下。这个好好穿哦。可以穿到 XL 哦，这件可以穿到 XL， 面料很好，弹性很好。它胸宽50，可是它是可以穿到 XL 的，可以穿到 XL， 打折下来是590。我觉得是 V 领的领口啊，真的穿起来很显瘦，跟圆领的不一样，因为这边露出来比较多，所以它就是会修饰你的脸型，好不好？然后像这种 T， 你要单穿也可以，你要把它当成内搭也可以，外面可以罩背心。也可以罩背心，你就把它用来当成搭配的打底衣也可以，然后就算你脱掉了也不会很像内搭的内搭，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它不会很像内搭，可是你又可以把它当成打底衣，对不对？来，颜色呢有黄、黑、白，啊嘞，呵，啊，我要拍照咯。不用孤独，抛开烦恼与痛苦，一起升大舞，你卡成像了，帮我拍照。OK， 好，然后再来是我的裙子，我跟你说，我裙子真的可以穿到4XL，它裙子真的很宽，可是 S 的也可以穿哦 ，S、M、L、XL、2L。都可以，它的腰啊真的很大，因为它的 Q 短真的很松，你看有没有？
两个人呢、欸，这个真的可以装两个人。有没有？它的 Q 短真的很宽很宽，所以超舒服的。为什么好像穿妹妹给我棉衣啊？她说只有穿绿色。对啊，你知道穿你的衣服啊？有像哦。然后啊，它这一件的特色呢是两个我，对，可以装两个我，晴晴，两个我。然后那个凉椅这样子会入裆吗？梁姨，你再帮我打二九皇加一，好不好？你再帮我打一次二九皇加一。笑一点。哎、欸，我们两个一样颜色哎、欸啊。情侣装哎、欸。不，你擦一支那个青阿绿。我的阿绿拿回家了啊！我阿绿在我家、啊。哦，对。我那只阿绿，我舍不得把它丢在这里，我怕它会哭。哎、欸，这件外套好好穿、啊。对啊，我那天穿到粉色好冰哦。它好凉，它是夏天的冰冰凉凉的外套，而且你看它到上面呢，挑都快防晒、可是就口袋呀、啊，为什么它是做这样也防晒？我应该这个，我很想要找一件，就是很难找，口袋是这样子的，就是往下的，然后拉起来是立领的，然后薄款，我超想要买一件这种外套，就是骑车可以穿。好，我讲到哪？裙子有别的颜色吗？没有，就只有绿色，对吧？对，好，只有绿色，只有绿色。然后你看它的口袋很特别，它口袋就是很像那种里面的莱利，然后把它车在外面。跟你说，这是它的特色哦，有没有？你看，然后上面呢都有这种红色装饰线，旁边这个布边呢，这个不是穿反的哦，这布边本来就在外面哦，布边本来就在外面。它是立体的口袋，有看到吗？好可爱哦，好胖、哦！拍手。它是立体的口袋，好胖、哦！哎、欸，这设计真的不错。我跟你说，韩国这个才是有进步。对。对呀、啊，那个赶快弄这些赶快的物件哈，美钢我家己用美钢来拍摄呢，对不？先美钢家己，我们自己卖的人，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天哪，你怎么穿两可以穿到二XL？这很大很大，这可以装两个我。而且便宜才一色而已，可是你这样收起来，我跟你说，因为什么他会做那么大，就是因为他想要有这种线条出来，他会你这样子才会有这种弧度，这种线条出来，这样才会好看。然后后面这样，后面有开叉，有看到吗？有，有没有？又在家里耶，去拉上回。然后这口袋假的，对，哎、口袋是假的，然后后面有开叉，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可以看你要开多大，开多大都可以。桥都外嘛拢会塞啊。这可以，这桥都外都没有问题。你下过三下我都不要我下一过。有较慢一点嘛，好不好？你看嘛，我都下过三台，我都买下过一台就困难了，下三台。我的意思是说，它真的很宽。对啊。它真的很宽，所以不管你要做任何什么动作都可以，都是方便的。都是凉的，好不好？夏天的小裙子，吼、哦，舒服啊！真叫舒服，真叫舒服。我跟你说，你裤子穿久了，你就是来一件裙子，你会觉得你回不去了，真就真的你会回不去。很好看，来编号三十号，对不对？对。三十，来喜欢的三十绿加一，三十绿加一，来这件打折下来才1420，凶悍，太便宜了。这是有型的裙子哦。看起来很像骑车的围裙，晴晴，你是在哭哦？哪像啊？这骑车围裙哪像？乱讲！阿伯要开叉啊！阿伯要开叉是为了要让你走路方便，好吧？来，这件打折下来是1420，腰围呢是32到78，或你看多宽，然后臀74，然后长度83，安尼。然后它面料 很特别，这面料我很难形容哎、欸。它近看呢、啊、是有点格纹的面料，有看到吗？它近看是那种格纹面料，超舒服的，像运动的那一种。对，然后有一点滑滑的，有一点稍微滑滑的面料，超舒服的。它不是整个就是很衬衫棉的那种面料哦，不是哦，哪不一定要用衬衫棉的面料啊？请凯蒂有刚刚没那个质感。对。它不是这种面料，对对对，不是这种面料，不是这种面料，也就面料又在比较像运动的那种材质啊，这个面料休闲的材质，又往上三层楼哦，这面料是不同款的哦，你近看它是有点格纹哦，镜头上我给它这样看不出来，可是我用肉眼看它是有格纹的，有格纹，然后这里呢有红色的装饰线，
有啊，镜头快穿，快穿哈、啊。然后旁边是这样，我们这镜头这么厉害、啊，因为你近拍啊。哼，哇，我这样穿，我穿这样很好看你，谢谢朵朵。这是我平常不会穿的风格。对，我平常穿的是牛仔，我其实我私底下真的穿的很简单。如果有加我们 FB 就知道，私底下都穿的超级简单。我就是牛仔裤，然后棉 T 这样、啊，然后就背着那个720的包包，然后配格纹帽，就这样，就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带小孩就是越轻松越好。好啦，可是你们没有带，没有要带小孩的，拜托，穿起 来，穿起来。等我小孩大了，我要那个，就是想要可以穿裙子啊，对不对？穿短裙啊，穿这个。我跟你说，我现在只要穿这个，我两个小孩可能会躲进里面哦。妈妈，妈妈，就是每天要给我掀裙子。对啊，这种面料比较有质感。哎呀、啊，这种面料是不赶快呢？谢谢朵朵哦，好了，拍照哦。哎，你们觉得啊？因为我自己在看直播回放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话很快，你们会觉得吗？因为我看别人直播都讲话就是有条有理，然后慢慢的讲。然后我们两个好像是瓜被对啊，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讲话太快？会吗？回答我一下。好，我先拍照。OK。会不会 ？OK。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讲话太快 ？Tempo 会不会太快？你是阿嬷，也很喜欢穿裙子，赞！讲话太慢受不了，速度快可以。真的啊，可是速度快你们听得懂吗？不会啊，不。可是我自己在看回放，有时候我听不懂我自己在讲什么。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就是会疲乏，然后人家攻完我嘛不再攻，不会太慢看得很累。对、啊。所以我真的、啊，你们觉得我们这样速度是听得懂的？啊、我也喜欢。听得懂吗？因为有的人台语听不啊，或者是国语也不太行，是不是快你讲太快，人家听不懂啊？ 对, 对不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个那个就是直播的，然后真的很慢，慢到那个真的是慢到我跟阿颖说他是老师吗？他是素懒，他就是哎，一弄完了，我跟你们说，这一件棉他一件这种棉 T 啊，可以讲半个小时，而且没什么地方可以讲。对，就是我跟你讲。你看这件真的很好看哦，它就是这样素素的，哎，没有那么快。它这一件呢、啊，就是素素的，然后呢，你看它前面呢，来有三个英文字母哦，哦，然后就是我讲阿红讲阿鸟喂，我靠，这我紧紧张，紧个头皮。哦，它真的很慢，我等一下用那个直播给你看，不好啦、啊，等一下我说给妹妹看啊，哦、好，我想再用给他们看嘞。重点是穿起来样子，你价格甜就好。对呀、啊，对不对？长得非常好 ，good。我跟你说，就是技巧的问题啦。我就是接地气啦，对不？我两个就是很接地气、欸。今天中午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说要来看我们，是谁啊？不知道。他们没有报名字哦。没有。下次来的时候要讲一下名字，要不然我们一进来、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就哎、欸、哈，然后哎谁、欸、啊？对。你们要介绍一下。168，168是安娜。168哦，你讲文编吗？文编168。你过去买应该无168吧？有啊，他早餐也是没有在吃啊。哦、文编会困。文编真的是从进来奇异果到现在改变最多的一个人。我们是急性子，我们是急性子的，不爱慢。嗯，会很想帮他快转，真的，朵朵真的好想要跟，就是在下面留言，你可以讲快一点吗？我真的很想睡着。就是他们是两个在直播的，然后他们就是。讲话真的很慢，然后我跟他说，他可是做老师的吧，讲话都字正腔圆，就要慢慢讲。可是我觉得我们又太快，他们都不会呢、欸，他们都喜欢我们快，听得懂就好了。对啊，好，卖得出去就好了。对对对对，卖得出去就好了，卖出去比较重要。对啊，哎呀，我要卖这一件，你管不少钱啊？没了没了，撑住啊！来，编号来到了这种背心型的小可爱，我跟你讲。它里面是有罩杯的，你看，它里面是有罩杯哦。然后重点是它的罩杯，它有松紧带，所以它不会跑来跑去，它会帮你固定在你的下围。然后这个啊，罩杯是厚的，所以如果没有内内的，或是有内内的，你们都可以来看这一组。它颜色呢有三个颜色，还有我身上有一个颜色，这样子。
它穿起来就很像穿两件事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不用再穿内衣了，是不是夏天非常适合？然后重点是你看它的弹性，小贺，我老板讲，哇，今天小可爱弹性那加贺啊，它穿上去都没有很紧的感觉，完全不会，它整个弹性好到爆哎、欸，顺身可是不紧身，超好穿。如果太快会告诉我们，呵，没问题，朵朵。我跟你讲，这种内搭啊，你们就不用再穿很多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被热死，我该穿来衫，该去穿小可爱，太热了。我跟你讲，这一件就包括了你的内衣跟小可爱了。然后重点是，它是夹两件式的，这白色和黑色是巧的。我跟你说，他就是帮你做好了。好像参加鱿鱼游戏哦 ，SU。一开始请人的，较顶开始请。啊，我也是啦。我姑妈哥机票送给他。那我也是啊。真的很像吗？啊，我这啊，我们两个等一下，对啊，我们两个等一下要去参加。对，我们要参加鱿鱼游戏。笑死。对。我也是啊。哎，文婉。文婉，你还在猜号码？过了，文婉过了哦。来，我跟你说，SU 你是在哈罗吗？在哈罗吗？怎么会像呢？很好看。对啊，这明明就很好看。好了，我跟你说，全部的人都给我买这一件，我们一起来玩。对，哎，不错哦。我们一起来玩鱿鱼游戏。我们就排整排，有没有在那边比赛？来，这件内搭是编号31号，有灰色、黑色、白色，有三个颜色，尺寸，我觉得应该都可以穿呢、欸。可以，它弹性很好，它弹性超大哎、欸。你看哦，弹性爆炸好哎、欸，没有，它弹性我有能 Q 吧，而且一件才210耶、欸，我洗了，一件才210耶、欸。进来懂买懂加210，我跟你说非常的划算。第一名送礼物吗？第一名。我来想想，呵，想想太好笑了吧？再想大家喝。我跟你说，这种你们内搭就是要买起来，因为它真的很好穿，就是你不用再穿你的那个内衣了，你就直接穿这个。然后呢，重点是你看呢，它这个罩杯有没有？它这个罩杯，它下面这个有做松紧带。它直接把你缩起来，就是它不会跑杯啊。它不会，它是直接帮你缩在你的那个大胸穿不下，可以。桂芳，它就是要遮你的点。它本来没有胸，你看它穿起来变很大哎、欸。它现在穿起来本来是 A 而已，它穿起来变 C 哎、欸。它的那个胸型很好看。它整个胸型啊就很挺，因为它这个比较，它胸型很好看，比较它这个就比较厚一点点，有没有？它的这个比较厚一点点。我跟你说，真的很好穿。它整个弹性，你看哦，你看它后面怎么样？超大，不行哦，哎，真的哦，它这个超大，弹性真的很好，而且才210，这个要包色，它三个颜色都很好看，然后就是很像穿两件事的感觉，这个真的要买。好，那喜欢打包加一、欸，你知道吗？这个敢穿的啊，外面就不用再罩外套，你下面直接搭牛仔裤超好看。对对对对，哦，敢穿的来了，就是这样，对，直接这样子穿。有没有夏天这样子穿真的很时髦哦，很时髦。那衣好像不行啊，哦、不行。对 对，你是衣就不行。哦、如果你到底当一点仔好玩冷的、啊，你分一点仔好玩不？你分两个 cup 好玩一下。我前面有滴，然后后面有没有也很好看？它整个就是很顺身，超舒服，超好穿的，真的很好穿。重点是一件只要210元，它就包括了小可爱跟罩杯都给你了，太便宜了，超便宜！这个外面要390、490吧，210这算什么价钱、啊？对啊，那个什么穿起来会下水吗？不会，不会。你看我有下水吗？下水，我挺出来给你看，它整个有没有不会下水？然后再用给你们看，你看哦，它里面这一件啊是下，有没有这样子？它就是有做一个罩杯在这边，然后下摆它是有做松紧带。罩杯多大、哦？这个没有分多大、啊。对啊，这个是都可以，我觉得可以穿到 D，A B C D。你看它是可以穿到 D。我是 D 啊，我穿看看。你是 D？ 对啊，我真的是 D 啊。
然后你穿，我真的是D，干嘛怀疑我？你D，对，是哪一个D？A B C D 的 D， 真的很好穿，210元给我包加衣了。我真的是，然后我觉得你看它后面这边很薄，就是它不会看到你的赘肉。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不知道我是 D 哦，不知道。真的很好穿，好穿哎、欸，然后拉下来一点，因为它下面这边有那个松紧带，它、欸、只能穿到 D。D 呀、啊，对，它只能穿到 D。因为如果再上去的话，你那个妹妹可能就跑出去外面。对，它就是可能把你的G点可以遮住了，它是G点可以遮住，所以我正常它是可以穿到 D 而已。A B C D 这四个 cup 可以穿，对。然后它弹性真的很大，就是我觉得它穿起来没有让你，因为之前有买过，就是穿上去有没有？有没有这边？它就到这里。来，阿允穿给他们看了、啊。村长说叫你穿给他看，给我出来。拿灰色的。虽然你等一下哦，真的很好穿，210你们真的要买？我这件也要先脱掉。好，买起来，这种内搭真的买起来就是夏天的背心，就是你不用穿内衣了，因为那一次夏天穿很热，然后还有那种束缚感。我跟你说，睡觉也可以穿，这个睡觉也可以穿，非常的舒服。哎、欸，这样你在家才不会尴尬。对呀、啊。全部你弯刀，我当下问来就睡觉，我当下也会把内衣脱掉，然后你是不是穿那个棉 T， 就会觉得哎、欸，那么大的胸、欸、真的只能到 D 啊，对啊，真的只能到 D， 因为我是 D， 然后因为如果你再大一点的话，你的这个下围它就会跑下来，对啊，所以我们就建议穿到 D， 就是你的内内是 D 就好了，对 对，是 D， 是 D 哦 ，D 就好了哦，哈，这样有没有？如果你在那个。再大一点的内内就装不下了，你就不行。你这个它的对它这个杯啊，就会你的内内会跑出去外面。对啊，对，啊内，可是它下面有一个旧短会拖住你的内内，对，不会往下坠，它会拖住你的内内这样子、嗯。真的，灰色是灰色。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是有没有手臂比较壮的人啊？你外面真的就是要搭一件小外套，或者是。你就不用穿内衣了，然后你直接就是外面罩一个棉 T， 是不是这样就少穿了一件？对，夏天就比较不会热，不会热，就不会热了，因为它就是你的，你就把它当成它就是你的内衣跟小可爱连接在一起，超舒服。对，好，拍照，好，我先。大胸的就可能就看，对啊，手往上会不会跟着跑上去？我去看看，好像还好哎、欸。虽然我这样举好像还好，那个罩杯应该是固定，对，它是固定的，比较紧的旧短，对，叫结松紧带，所以它你这样，而且我有刮一毛，割一毛，刮一毛，割一毛。然后这个很适合去运动，你看像我们今天都没有穿内衣，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去运动，然后我们就直接穿小可爱，然后我们小可爱是有罩杯的，对啊，就是同意思啊，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运动穿，而且重点它很便宜，那件件被就这样子，让它300多块，对啊，你看我之前这种，你看这个也是有罩杯的，因为我们今天都没有穿内衣，我们今天就穿这种有罩杯的小可爱，我们今天就是运动就直接穿这个，然后这个就是跟这个一样，只是说我们这个是半截的啊，这个是整件的，这个穿起来更有安全感。对啊，不会肚子被看到。嘿呀、啊，哎、欸，它200多块呢，210嘞，真的不凶哎、欸，这个外面真的人家都会开390哎、欸，490都有哎、欸，因为它面料很好哎、欸，只是说它就大内内可能就装不下，可能就是 A B C D 这样子。如果你是 A B C D 的人，你就可以，拿错字了，你就是可以穿。我的启蒙有点凉，快点。好，启蒙姐。哎、欸，妹妹，你知道启蒙是谁吗？你知道启蒙是谁吗？好像就是这里有一颗痣，然后有没有启蒙？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他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这样。然后周星驰他就一直认他那一颗痣。启蒙。对，他就一直看着他那一颗痣。饿了吗？对，启蒙。那个电
你教我。那个电影真的很瞎，那很哭嘞，超好笑的。哎、欸，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哎、欸，启梦，启梦，启梦没有。你一条中华金链是什么意思？鱿鱼游戏。我可，我请黄，请粉色啦。爱心那样，你看我感觉，反正你这保量没调。爱心买这样，这样这样。而且爱心他最近好喜欢粉色哦，你知道他最近买哪的衣服都拿粉色，专情。今年真的粉色很好卖哎、欸，我觉得。对，今年真的流行粉色。对啊，粉色多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件好好穿哦，好凉哦。它就是夏天的防晒外套哎、欸。对 对, 对。然后这个颜色啊，还有。还有黄、绿、粉，还有一个什么蓝哦，还有一个蓝，黄、绿、粉、蓝四个颜色，还有四个颜色哦，就是都是很缤纷的颜色，很适合就是你有调多麦防晒这种都可以，它颜色真的都很好看，它颜色真的都很好看啊，好凉哦，它是凉感的，它穿上去会冰冰凉凉的哦，很像冰封衣，你有当要讲呀，就我是要讲冲锋衣，冲锋衣，冰封衣啊，冰封衣啊，真的很像冰封衣。冲锋的冲就冲去，看你要去哪里。冲啊，冲啊！我跟你说，颜色真的都很好看哎、欸，它颜色真的都很好看，就是很夏天的颜色，然后穿起来就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很像 U 叉骷髅有没有？嗯，以及龙尾刺绒外套，对啊，真的很舒服，就是很像。啊，因为我们常常也都会买他们家的外套，现在不用了，我要买这一组。我觉得它很好穿，然后好凉哦。它的质，它的面料真的很舒服哎，颜色这一件很漂亮。其实刚看的时候是喜欢像这种亮色的，这种亮色你挑都买我可没挑，比较安全。对，就是人家远远就看到你，就比较安全一点点。我跟你说，这件你们真的要买，只要730。U 叉骷髅锦料这样会990，我刚才1280。我跟你说，这个真的要买起来，颜色四个颜色真的都很好看。然后其实我很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我觉得穿起来真的皮肤很白，真的很白哦。然后你看哦，它这边有做帽子，它后面有帽子，然后帽子真的很大顶，有没有？就是你在骑车，安全帽戴上去，这个多。很薄有没有？我弄来那地薄啊，然后你看后面也照不到，然后前面有没有？你就不用戴那个口罩，就是啊，我们只用戴那个口罩。嗯、对啊，对啊，就是安到家有没有？就一件成型呢，一件我一体成型的哎，真正就好款，730尔嘞，有人加无？跟我讲一下。好，我要扫声。它这样好长哦。对啊，它可以剪啊。那这个是可以剪的，没人在笑什么？没有，好凉，在这忙什么？没怎么了，没怎么了。妹妹应该，妹外公已打喊了配合你啊，我刚刚那两个很邪啊。可是我跟你说，思雨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然后到最后就麻痹了。我们这边演 Andy Boy 嘛是没笑。Andy Bo， 然后他也是面无表情，有没有？是，哎，这几盒啊？32。730，我跟你说，买起来颜色有粉、绿、黄、蓝，然后它的胸宽51，可是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袖长60，袖宽27，衣长56，下摆31，有弹性 ，S 到 XL 都可以穿。我跟你说，这个你们真的要买，因为它穿起来真的很凉。它穿起来的布料真的很凉，我跟你说，第一个推就是黄，然后第二推就是绿，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真的很好看。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粉色，你们也可以加粉，因为我觉得粉色穿起来很硬吧，就它颜色穿起来就是很亮，很会提亮你的肤色，有没有？一件只要730，我跟你讲，这要买两个颜色，因为夏天很热，如果你今天穿出去流汗，你穿两天你就可以拿去洗，然后再拿另外一个颜色出来穿。真的很可以，好不好？730真的很便宜。我跟你说，那个 U 叉骷髅有没有？真的没有那么便宜，因为我们也都会买他们家的外套，而且他们家外套像这种正常都是990或是1250还是1290，我忘记了，他们的价钱都是落在这边。然后呢，你看
它这边有绣这个什么英文字母，它这边有绣英文字母，这件真的很可以买，夏天来买亮色的外套，就重点穿起来非常的冰凉，有那种很我今天哦哟哎凉哦，然后重点是它手袖也很长，有没有？它手袖对我来讲是长的，然后呢骑摩托车就可以戴手套 ，perfect， 今天去喝款，怎么样？将军啊，我拍照啊，我等一下穿。等一下穿黄色给你们看，哪一家的哦？我看一下哦。这间呢？这间 N O R N A L 这间呢？嗯？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啊，我先拍这两个颜色，我等一下再穿黄色给你们看。好呗。而且白要怎么装不？三二，这里啊。今天好累啊，别浪。好，爆肝，爆肝。啊，你们今天放假可以睡久一点。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一个好妈妈。我真的是一个好妈妈。家事做不完。来哦，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款。还没公布，还没让我们刚刚给啊。不会啦，那是因为我的个性的问题。怎么？怎么？跟金金姐一样。有些话遗传给你了。对。这是我们最后一款呢，姐妹们，赶快前面的加起来，前面的赶快加起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款。这颜色都很好看。我跟你说。外套的是爱跟你挑我帮他安全真的真的，然后他好好穿比较安全啊，这样子不要说怕说太亮不敢穿，不会，我觉得外套就要买亮色、啊、你这挑都帮真的安全有拍摄人开枪不然我当然挑都买你买你我是挑都买没办法我挑都买啊没有在骑车的啦，对啊，然后他的面料真的很好，有弹性哦，面料真的很好，好不好？喜欢的赶快加啊！我先拍照哦。好 ，OK， 耶！我们介绍完了，谢谢你们的支持。等一下下播之后就可以去结单喽。最晚的结单日是下礼拜。一吗？下礼拜一。对，礼拜一以前一定要帮我们完成接单。礼拜一以前一定要帮我们完成接单哦。对，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你们一定要先登录，这个很重要，这个环节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在线上加是没有办法进入你的购物车，这样懂我们的意思吗？你看不到你加的东西。对，所以一定要登录我们的系统，你才有办法去做结账这个动作。OK。好 ，OK 哦，那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见哦。我们下礼拜是那个韩国连线，只有我跟阿宇呢，韩国连线哦。对，下礼拜跟上我们的脚步 ，OK， 拜拜。Okay.